新年快乐！谢谢，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我们都去年没见了。老师是坐吧，坐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看你们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来吧，都给我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？我们都读研究生了，老师。对。哦，是吗？那跟张楠一样啊。嗯，在他的鼓励下，我们俩都读了。他想来自由主见，所以我们都请教他来着。我是请教安老师的。郭品仙，你现在在忙什么呀？我本科毕业之后。 就在当地考了公务员，在什么地方呀？乌江县的林业局。乌江县？那不是我爸爸之前待的地方吗？安主任在乌江县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吗？<笑>他在那边年头比较长。不，那你回来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安老师，您就别问了，他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，对不起您。不是，都当公务员了，还叫混得不好啊？ 他本来也想考研，后来是家里遇到点困难，他就先工作了。瞧你那样，你平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总说安老师好吗？就是。现在人在你面前怎么不说话了？不好意思呀、啊。他说要感谢安老师您那会儿上他们家去给他补课，要不是您啊，他现在就在家里面种地呢。哎呀，想想这些事情都过去11年了，这你还记得呢？记得，永远记得。郭品仙同学，班主任看你来了。 宗校长，哎，俺老师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就行啊。爸爸，宗校长和俺老师来看我们了。哎呦，老师来了，哎，你们先坐下哈。哎呀，这个坟都有点臭，没事吧？你们凑凑。哎，没得事情，都是农村出来的。爸，你这腿是咋个弄断的？我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断的。就因为这个不上学了。 哎，老师，哎，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倒口水哈。要得要得，哎，谢谢你们老师，还专门来看我娃娃。你看他都脚酸这个样子，这儿加了活络又多，确实没得办法，天天送他上学。哎，老师喝点水。哎哎，我手洗干净了的。好，没得事没得事。不不不，谢谢哈。哎，哈哈。嗯，其实今天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。 你们也知道，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，这个孩子的成绩考上一中是没问题的，只要考上一中，就等于半只脚在大学了嘛。我们也晓得，但是天天背回学校也不现实。我可不可以休学一年，明年再考啊？那就太不划算了。要不把他接到学校，让同学照顾他呢？ 这恐怕不行吧？他家都要备战中考，就怕。朱校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副校长，我先说两句，啊。首先呢，郭品仙这个孩子呀，他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4名，啊。 完全有可能考上一中。说句功利话，我们帮他，也是帮我们自己。第二呢，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很一般，在座的除了安老师以外，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要想改变农村家庭的命运，必须得有一个人工作，是吧？只有这样，才能 改变农村家庭的面貌，甚至于一个家族。所以啊，我建议这个孩子的伤势没有恢复之前，能不能送教上来？这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点？为了一个学生，值得不？我想说两句啊，我是郭品仙的班主任。 首先特别感谢钟校长温暖周到的考虑，那我又作为物理科室的任教老师，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孙教授们的工作。我是教数学的，我也愿意参加。那我也愿意。你看，我们数学组就有2个老师了，那历史我来吧，语文我来，英语我来。
我虽然是这个体育老师啊，我也愿意帮他啊。我给他煲一锅大骨头汤，给他补补身体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我现在把石头从船上拿下来，丢到水里面，水会下降还是上升？会下降。是的，会下降，神奇吧？哈，太神奇了吧！ 将卧孤村不自哀，这后面是什么呀？上思魏国戍轮台，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这首诗的作者是谁？作者是陆游。那轮台是指哪里？新疆轮台县。 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，给你颗糖，谢谢安老师。来吧，你看啊，这个题的解法呢是这样的：当高度。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！哦，那太幸福了。那你还不赶快感谢感谢安老师？肯定得感谢啊！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老师，还记得这些事情。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忘本。其实我就是觉得老师们对我付出这么多精力，但是我混的却不是很好。那你告诉我，什么叫做混得好？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 工作上尽忠职守，在家里孝敬父母，这就很好了呀。哎，秋月、杨红，你们俩呢？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其实，安老师，我想回和平中学，和您一块儿做老师。你研究生毕业应该去高中啊？我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是高中要直面高考，压力太大了，我还是想跟着您一块儿。 您不会嫌我没有上进心吧？欢迎还来不及呢，就是觉得有点屈才了。这个事情呢，你自己得想好。从义务教育的需求来看，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入，那就是很大的幸事啊。安校长的本色显露出来了啊？有吗？特别明显。然后你呢？老师，我学医的，毕竟人命关天，所以我打算继续读博。 厉害哟！真的很棒呀！来吧，老师，敬优秀的你们，敬优秀的安老师，敬妈妈一样的老师，敬我的偶像，敬我的守护神，敬妈妈！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呢，主要有三点。 第一，传达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于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会议精神；第二，传达我市教育局的部署；第三，下发与解读我县的具体实施方案。下面我们依次进行啊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残疾儿童呢，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对有一定接受教育能力。 但因故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少年展开服务，按照户籍所在地和年龄来划分对口的学校和学生。其实教育局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每名残障少年儿童每个月至少接受一次送教上门，每次呢不少于2个课时，每个课时不能少于30分钟，一个学期总共去至少10个课时。 算下来就等于一个学期也就去了5次，这上面还提到要根据残障儿童的实际情况定制教学工作方案，其实啊就是个别化教育，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不是有特殊教育学校吗？好像市里有，我们县里没有。农村的残障少年送去市里，你们觉得现实吗？刚才安校长说，课时不多。 不难做到。可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
都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，在这方面，对，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是啊，没有经验啊。哦，对了，还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这个送教上门呢，它不算是义务劳动，它还是有国家专项津贴的。可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，应该是1:13.5的师生配比，你看看我们老师，这完全也不够用。我这一个人带3个班的语文，你给我再多钱，我也上不动啊。这确实是我们精力有限。大家的困难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们也知道，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，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。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，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这样，大家呢先主动报名，文件上也写了，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个村，就13位残障少年。咱们这么多老师啊，还教不过来吗？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3位副校长报名？是啊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，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呢？副校长跟我说，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郭品仙，对，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，还培养他考上了1中，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。情况不一样吧？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，智商还是很高的，也很爱学习。这次呢，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，我觉得老师们不敢，可以理解吧？能理解，但是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啊？送教上门这件事情，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？这不行，这太功利了吧？有效果就行呗。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，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。再说了，评职称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？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，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，也能多些热情。行，就这么干。你好，我是教语文的李老师。你好，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。哎，你咋个不得礼貌嘞？不好意思，他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没事没事。英英，老师来看你了。老师好。哎呀，我这个女儿真是命太苦了，当时都怪我没有注意到，就让她摔下去了。哎呀，妈，你莫要难过了，我好好读书，我们日子会变好的。好，妈妈相信你哈，挺懂事的。天空的云从西边。我咋知道这些东西要哪样用？你讲那些东西我都看不见，就算读书也考不上大学，找不到工作，到处被人瞧不起。如果人民啊，俺们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，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，俺们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，天空是蓝的，树叶不光是有绿的，还有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。你要晓得，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。孩子，只要你肯努力读书，将来很可能会考到城里的大学。城里针对于盲人的基础设施现在是越来越完善，照顾起你来比现在要好得多，你知道吗？人不应该因为缺陷被任何人瞧不起，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家。那我们继续。天空的云
老师，你觉得我能考上城里头的一所学校吗？老师现在不能给你保证，但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。如果这还有多远啊？啊，很快了，你看那个寨子，过了这个桥不就到了吗？啊，还得往上走。师傅，您不担心有些老师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才送教上门的吗？那有什么不行啊？这会不会太功利了？那比起功利心，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打鸡血都找不着出口，那不强多了。明白了，还是您考虑周全啊。阿言，哎，真是你啊？张家寨也是你负责呀？啊，咱沟渠村有七个寨子呢。我今天听上面说有老师来送教上门，没想到真是你啊！啊，之后呢是由这位同事负责送教，我今天就是带他来熟悉熟悉环境。啊，辛苦你了，怎么称呼？从俊生。叫他俊生就行。俊生。卢广斌，卢书记。啊，你好，卢书记。啊，你好。走吧，带你去见见那孩子去。小心点脚下啊！哎，刚好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。哦，这孩子啊叫张洪阳。哎呀，他是三岁的时候啊发了场高烧，没引起重视，后来烧严重了，变成脑膜炎了。他父母啊是给他一直在治。治到八岁的时候啊，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，就把他一个人扔家里，他俩出去打工去了。这孩子现在多大呀？能自理吗？15岁，其实大小便的没问题，饭也能自己吃，就是其他就不行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这怎么蹲一人啊？没事，洪阳，你耿大阳，耿大阳，他就是张洪阳。来，跟两位老师打招呼。打招呼。他上过学没有？没有啊，哪有学校敢收啊？之前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，可去年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，之后就靠吃百家饭长大了。吃饭的时候走到哪儿，大家就给他一口饭吃，有时候我们也带他一块吃。师傅，嗯，这怎么叫啊？洪阳，你是叔不？你是叔不？是叔吗？不是。那就从最基础的识数开始教起。啊？刚才我们学得很好哈，再来一遍啊！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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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回来。忍难听空，坐下。你在坐啊？你坐下。我是让你坐。我是让你坐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坐坐坐。好，来，二二二。二二，哎，三，这样看我，一二三，老师，一二三，我们三个人，三，三三三，对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来来来，急急急急急，洪阳，洪阳回来，啊，洪阳，洪阳你去哪儿啊？洪阳，洪阳。儿，对，洪阳，那你手里的和地上的一共有几只啊？一、二、
生死五五。哇，对了，你听到了吗？对啊，红娘会数了。哇，耶，红娘听到。哎，红娘会数数了。我就是来提醒你们一下，每天只有一班班车，怕你们错过了。好嘞，哎呀，快出来吧，红娘！来来来，红娘，红娘，红娘，快出来！来来来，红娘！哎，真是可惜了，要是能多待一会儿，说不定能叫他数到十了。安言，啊，安言，这鸡你收下吧。这个，翟老跟我说了，这是他家的鸡，既然红娘抓到了。就你们拿回去补补身子，也是心意嘛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先生说的对，心意我们领了，谢谢啊。哎，红阳，交代我们今天来搞哪样不？抓鸡。任重而道远呀。对了，之后就是君生老师他自己过来了。所以你这边多照顾一点哈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走了哈，走了。嗯，那你们慢点啊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我一会儿去趟潘世宇家，就提前下车了。你先自己回去。哦，好。来，红阳，走了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哎，小心点啊。来，小心点。世宇。安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和童老师去沟西村送教上门，我一看路过你们村子，我想着你肯定回来了，所以给你补补课。安老师，那这样多辛苦你啊！不辛苦，反正给谁补都是补啊，是不是？成全你这份孝心，让你陪着你妈妈，好不好？来，奖励你。来啊，我给你变个魔术，你可以让他吓唬。上啊，你来控制。夏，上，给我这儿有这个，你们要不要？嗯，不要，你们搅拌。嗯嗯。哎，曹老师。哎，李老师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去？我里面还有一份饭，我帮我师傅打了，他去家访了，我去拿。你对你师傅真好。还行还行。曹老师嘛帅，学校又好。你抓点紧呐！就是急死人了，那我这不是没机会吗？机会吗？等着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对呀，我这你傻呀？等他回来一起吃，这不是机会啊？我们吃啊？我们吃了，李青没吃，才显得是在等他啊！我们可太会了。老师，曹老师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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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。曹老师，嗯，我这个酸豆角不错，给你来点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最近口腔溃疡，吃不了辣了。啊，那你有药吗？有，我师傅给我买了，谢谢啊。饭盒真好看，真不知道该羡慕安夏有你这么好的徒弟，还是该羡慕你有安夏这么好的师傅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两个都羡慕。
丛老师，嗯，你这几天送教上门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总体来讲有难度，但是有小的进展。哦。嗯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唐老师，那你想不想听听我这几天感觉如何呀？朱小冉让我给他准备资料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你在忙，我在忙呢。还没忙完呢，左儿。哎呀，李琦，你就笨死了！我都尴尬死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吃饭吃饭。吃饭，哎，你吃饭没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给你打了饭，你别吃那面包了，没营养，留着当明天的早餐。啊，行吧。你这也太细致了吧！你在水里问了多久啊？也没多久，就五分钟吧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？这还不简单吗？我跟门卫师傅说了一声，你一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。行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么有心，还这么温暖，你这属于暖男属性啊！这谁以后要跟着你，那都幸福死了。哎，对了。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不，你这也不小了，该谈恋爱了，有益身心健康。是啊。我不就怕我喜欢的人感受不到我的好吗？喜欢的人感受不到你的好，说明了什么？第一，你做的不到位，人家就感觉不到。第二呢，有可能人家对你就没有意思，所以要么你就再努力一点，要么吃糖放弃。笑什么？没，我就是从来没感受过你有这么犀利的一面。你不知道他们以前都叫我灭绝师太啊？灭绝师太啊？紧点啊，路滑。红阳就在这儿呢，这里啊是咱们这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人家。哦，每次到了这个点儿，红阳都在这儿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红阳，谢谢啊，卢书记。行，那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去啊。好的。红阳。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丛老师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丛老师又来给你上课了。老师今天来教你你自己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你看啊，你的名字叫张张红阳。你说，我叫张红阳。我叫。哈尔，你不叫哈尔，你叫张红阳。我叫哈尔，哈尔。丛老师，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啊！来，红阳，喝水。谢谢啊，卢书记。来，红阳，听我说。啊，卢书记，嗯，我在这儿教他就行，你不用在这儿待着。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啊？啊，我确定。那加油，红阳，你再说一遍啊，你叫张红阳。
呼叫哈尔。你不叫哈尔，哈尔是骂人的话。以后别人再说你是哈尔，你要告诉他们我叫张红阳。我叫哈尔。你叫张红阳。我叫哈尔。你叫张红阳。哈尔。张红阳。哈尔。哈尔。公你不要生气，我会乖，我会听话的。红阳，老师给你做点东西吃吧，好不好？等等我啊。哎，等等，红阳，你看这碗粉上面有什么呀？蛋。这个鸡蛋像什么呢？是不是像一个太阳？太阳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太阳。红阳，那你看这个辣椒是什么颜色的？红。没错，所以红阳把这两个连起来念，应该是红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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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吃吧。红阳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咩，咩又叫羊。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？是咩，红咩。咩咩。红阳，红阳。对了，你的名字，你就叫张红阳，红阳。张红阳。对，红阳。我叫张红阳。好样的。红阳。红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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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楠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？安老师，我决定回来工作了。怎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啊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想听听您的建议。汗有没有舒服点啊？是啊，打了球感觉也没有那么丧了。那现在可以说了吧？
我妈妈得了口腔癌，家里没有钱给她治病。咱们市教育局不是来了位新局长吗？他邀请我回来参加脱贫攻坚的工作，有一笔人才引进的费用，正好可以解决我妈妈的手术费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有来找您，对吗？知道你还问。韩老师，你已经帮得我太多了，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，生活的苦应该让我自己去承受了，而且通过我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高兴。可是你会不会有些不甘呢？啊，对了，新来的局长人很好，很亲民，是从上海来挂职的。他答应我，只要我驻村的地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，通过国检，他可以重新让我选择一次。哎，这样也很好啊。那女朋友呢？跟你回来吗？让我猜猜看啊，你又自以为是的，怕连累人家，所以选择分手了。赵楠，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，你怕你的妈妈和奶奶一样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但是女朋友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你处理得不够好。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想法、你的规划告诉他，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更大。现在，你既然已经放弃了爱情，选择了亲情，并且做出了回来的选择，那老师觉得你要更加努力。你在农村出身，对这里比较了解，也有很清醒的认识。老师就希望你把从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，落地并且扎根，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。这里太多人需要你的帮助了，加油吧。好。师傅，哎，我接着跟你说啊。哎，行。哎呦，为了让张洪阳记住自己叫什么，我可是费了大劲了。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呀？那倒是。哎，这比我当初考编程工成就感还大。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你看又有补贴，还能评职称，好好干。必须的。我打算接下来要巩固从一数到十，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如何写自己的名字。韩老师，写你写你。哎，吴如林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家里头刚塑料头租买，我给你留了一点。不是，我怎么能收你的猪肉啊？安老师，你瞧不起我呀？不是，我来主要是跟你说，我找到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工作，不出去打工了，留下来多陪两个娃娃。哎呀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能多陪陪孩子。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，这猪你收嘛。行，那这肉我就收下了。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等两个娃娃上初中，你还教他们？当然没问题了，只要我不退休，我一定教他们。哎，同学们，来听老师说啊，这是你们的大师哥，他给大家带了一袋肉，明天给大家多加一个肉菜，好不好呀？哇，有点肉吃了！快，谢谢大师哥！
红阳，跟老师再复习一遍啊。我叫张红阳。我叫哈尔，哈尔。你不叫哈尔，你叫张红阳。你是张红阳，我是哈尔。不是张红阳，你是张红阳。你是张红阳，你刚刚讲的。红阳，你要是下次再记不起来名字，你就看看太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今天不练名字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会儿雨停了，我们复习复习数数。啊，叔叔。张红阳，张红阳，你快出来！你抓什么鸡吗？张红阳，你快出来，这是人家鸡。张红阳，哎呀，我们在练数数。啊，我给人家偷过钱。啊，红阳，你快出来！你这个哈尔，你给我出来！是谁陪着我，伴我走向坦途，一路星河。当我跌倒无助，是谁陪着我，伴我走进阳光，照亮前路。感谢的话从未说出口，感恩的心时刻提醒，感谢老师为我解惑，传道授业陪我成长，感谢老师，感谢有你，春风化雨你的爱无疆，感谢老师种子啊，润物无声你的情意长，感谢老师，感恩有你，春风雨露是恩不敢忘，感谢老师播下幸福的种子。小小的毛毛虫。